So, so. Oh,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？我自己先跌倒。哎，这边倒了，之前好像这边也是一样。鬼鬼要喝咖啡吗？隐蔽的咖啡，要不要喝咖啡？这样，我找那个古井，因为上次没找到。应该让你先走才对。嗯，对。让你才拍到一个美好的状况。鬼鬼要喝咖啡吗？咖啡哦。那今天，哇，今天也太多人了。你要趁寒流的时候来才对。真的是够了，兄弟。湖景，哎，在那边哦，上次就是没有拍到那个。你说我就说回去。最好是厕所。想说怎么那么安静？不然我要多吵。麦煎，哦是，听说这过去有那种比较恐怖的。
会不会是那一间？因为看起来就好像是宗祠宗庙。哎呦！我觉得看你走路比较可怕。好几次都看你跌倒，不是很理解。一块一寸加盟店。